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，今天走的路线竟然最后一次走，觉得感触良多。叮，最后一次打卡。今天我最早，听说没有12点都不会到公司，然后今天因为最后一天，所以我9:57就到了，值得骄傲。其实我刚才进的是另外一个门，其实我们进一个真正的大门是在这边，然后有一个大大招牌，然后有过年树，这就是我位置。然后我平时是很干净的，我位置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哎，我们的全体照，我在这边，我在你隔壁。OK， 你在这边。8月3日，去年的我第一次做可可粉聚会，然后在 Mid Valley。然后这张也是。这个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扭蛋扭回来的，那时候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我名字叫开箱喵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喵在箱子里面。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，你以后可以看，你一定要长，你可以要长，因为这是开箱喵。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，所以我从那天我们办公室就 6.5 hours later， 很少东西吧，了没有了。你看，还有这个是我的零食，我就打算把它等下一个一个把它送掉。爱莹，送给你。这个是泰国牛奶糖，还有三粒魔鬼糖。哎，这怎么是三粒？不知道。你要好好保重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姐姐。嗯，就是可能以前比较不懂，然后他就会很细心的去指导你。当你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慌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完成整个任务。嗯。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同事啊，就是平时相处下就觉得很幽默很好玩，然后工作上也很认真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公在私都是一个就是相处起来很愉快的人，这样子。就祝你就在未来的发展更顺利了。我靠，好客套，可是这真的是真心的啊，就算听起来很客套，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祝福。还会很分享很多工作上的经验啊，那些我认为是有帮助到啦。你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谁？ Cat 可能。有图有真品。有图有真品了。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好又很善良的人，还给了我五粒糖哦。希望你未来走花路啊，就是未来都是一片光明，一片花一片彩虹。也可能是个很可爱然后工作很认真的一个人，因为我跟他相处了2年，只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， 也是很好的同事。未来要好好的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出来逛街。哎呀，不要哭啦喂，我就想哭了。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每天就在一起吧。这样快就4年了，可能是一个师傅吧，因为我一进到来就是他教我这样拍片啊、写稿啊，全部东西都是他教我这样子哦。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忙的人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在公司呢。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很善良、很善良的人。我很疼他，因为我第一场做的 event 就是跟他做，他帮我很多，因为他很细心。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新人很不错，要飞啊，不要站了，不要站了，不要站了，可以啊。来，要走了啦，拜拜，金姐姐。然后，谢谢金哥哥陪着我的4年，拜拜。好，我是金哥哥可恩。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讲我是 Zingajet 的可恩，因为我要毕业啦。今天是我在 Zingajet 的最后一天上班，我自己在 Zing 待了4年，其实我自己很不舍得，但是，就还是来到了这一天。那现在我在拍摄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平时上班的位置，这个是我的座位。我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变成今天大口上讲的科技达人。其实这一路走过来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啊，我连手机怎么选我都不会，到今天我还可以跟人家讲，我还可以教大家怎样去选手机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很好的一个成长过程。当初我进进的时候是真的是什么都不懂，我是一个 intern， 然后他就觉得我可以，他就一直给我很多的机会，让我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啊，教我很多的知识哦。其实我一个愿望就是要必须去科技
四大展会，然后我在刚刚过去的一月我已经刚刚完成了，就是算对自己有一个一个好的结束这样子啊。这样未来希望大家也是可以继续关注最近的科技新闻。对，像你这当中有遇到什么挫折？有诶，刚开始做影片的时候中间真的是觉得自己走不下去啊，因为刚开始做没有多久的时候很多黑粉大家都跑来骂我，各种攻击，然后那时候真的怀疑人生，那时候我真的是跌到谷底，我连影片的 comment 没有一个我敢看，我承受不住，那时候我一度崩溃。那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我很记得的话，他说比如你看那个 YouTube video， 你看到有100个人 dislike 你，你觉得很多，但是当你看回 like 你的人的时候是有1000、10000甚至100000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100个人其实是很少很少而已。我们人就会一直把不好的东西无限放大，我们会觉得讨厌我的人我一直要努力讨好他，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讨好他，我们只需要做给喜欢你的人看而已。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拍影片，所以接下来我还是会努力拍东西，不一定是现在科技类的，也会拍比较生活化一点东西，比如我自己的 vlog 啊，然后一些小 tips 啊，小教程啊，科技当然也会有。所以如果大家接下来还是想要看到我影片的话，虽然没有办法在新的平台上面看到我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在我自己的频道看到我，然后你们记得 subscribe 哦。